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大神，决战北风北，好，这个一个是35,900，一个30,900，看谁最后获胜。不过志凯他是卫冕者，对，但是呢也打到败部，所以你要胡他两把才能够跟我对决。来，我看牌，好，还有两把，嗯，他要两把，哦，哎呦，二，等一下，来看梁家的牌，王家吉兰的牌，志凯，可以看牌都不能出任何声音哈，来，你们是有30,000多的奖，一饼，可以犹疑了啊，各位，吃，吃起来了，40,000。九饼，是，哎，先吃进来，对，哎呦，4条，一个瞬间两扑了，5条，什么？哇，太吓人了！9条跟他对死，对啊，倒下来。这牌他妈的真的是，哇，他第一张牌打一饼就，那对啊，步步一饼，3张牌，对，3张牌结束。他牌撑的也没有你好，你的牌不差，对不对？黄位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胡他两把，还要再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好了，来下一把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决战北风北的第二把，好，射叠。终点站，来，撑住，很快哦，我们自凯，九自己，我们看两张的牌，双加自凯的牌，迪兰，哎，哎呦，不要被打下来了，9条，碰，好，换他开始了，5、2条，你先出手了哦，慢一点啊，好，一饼，20,000。8条，6饼，是，哎呀哎呀，这个卡到5条，8万，9饼。6，2条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10,000，是，哎，吃起来了，又吃起来了，5饼，8万，什么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他上一集也是绑架，也是打了2把绑架逆转，我们省5000呐！谢谢，感谢感谢啊！像我们压力少5000啊，本来是39,000，35,900，对，但是因为他们败不过上，所以39,900。是志凯，你加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上一集没有赚到，这一集一切交给命运，都是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决战北风北。北风北39,900啊！这个我们又见面了，南哥。我知道，这个万一没有拿到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命。有些人来了3次，大概有7-8万都没有拿到。对，哇，加起来7-8万。都有打到这场，不就是打到来一直卫冕呢？对啊，一直卫冕呢，但是每次都输啊。都输哪个？但是我曾经输过10场，好不好？来开门。你有7。哎哎，好，对对对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决战北风北39,900，看两家的牌。双家制牌，林，志林，志林姐姐，哎，志林哥哥来了，志林哥哥来了，志林哥哥来了。各位，左右左右，2条。
样子。米奇，我拿米奇，我看哪边你可能不会要。二饼，好。二万。四饼。九万。九饼。二饼。你不要。七饼。九万。二条，二饼，来给你碰，一条，你也知道，他也知道啊，八万，你三把之内没有摸起来，我就觉得危险，觉得哪个要输了吗？挂牌，好，有人这样接话的啦，小鸡，因为你一般听牌都是很麻摸。所以我说了，有没有？我就说了。哎，不要不要。精彩精彩。很好，帅哥。三六九了，他真的天定哎，他天定三品不听哎。没有听地定吧？地定，地定三发一张，地定三品不听哎。结果三品到现在一张都没出现，你看，结果他打条子打太早了，打这么好，当然是打活牌嘛，白痴打死，白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海底啊，你是什么？卡八条啊？对，我想看你的三品在哪。天一听三品啊，有阳痿啊，做牌做牌，我靠，没有，有到后面，有到后面，哎呦，都在这里了，真的在中段了。中后半段，你看都在，你看，对，但他的八条已经出来了，他八条来不及了，这个这么远，这边都没有。他的三饼还是先，哦对，有一，但这个牌我不可能了，我那么早，我不会去停听一个卡三饼，我条随便摸随便转都就定啊，对，定得漂亮啊，哇厉害，哇，对不对？30,900，志凯要哭哭了，来。有些人啊，每一把你看两期你就看到别人拿奖金了，白忙白忙了一场，就是白忙，白忙被我克，你就克别人，那我帮你们省奖金，真的，谢谢。那你的人生有意义吗？你看两期已经损失到快60,000，嗯，对不对？快60,000。好，这个没关系，下一期好不好？下一期的卫冕，我想办法看怎么样换个人吧，不是换个人，换水了，好不好？好了。也谢谢大家哈，欢迎观众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想帮我们的朋友，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